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德，欢迎收看本月的营收月报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年又快过去了，我们玩家也准备迎接各家的大作了，希望明年是不会让人失望。那题外话啊，下礼拜就是一年一度的 TGA 颁奖典礼，到时候又可以看到各家舆论大战了，想想就觉得兴奋了。那话不多说，进正片。
这个月真的不意外，宝可梦的集幻式卡牌口袋版直接杀死比赛，不愧是世界级的 IP 啊！即使每年续作推出被骂，还是可以卖翻，毕竟人家就是有本事躺着吸金啊！只能说这就是粉丝的福报了。那下个月是营收年度总集篇，到时候上片的时间可能会稍微 delay， 就请各位多多包涵了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Mina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